完了，我凹他一下怎么样？我觉得他不会防，我觉得他不会防。好好好，我再凹他一下，我觉得他就会防了，所以我起身盖头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防个凹怎么样呢？该凹了吧？哈哈哈哈哈哈！不敢凹了，真的再凹我吃屎。这不是我新加坡大哥吗？新加坡大哥啊，打个电话帮你加油还不开心呢，是不是新加坡大哥？等一下我这个打你，我再打电话过去笑你他妈！哎，这个好对空，打得不错，没插合到。第二时间后是吧？我看我记住了，跳，没插合到，来给你，慢了。想颜值看我没有那么简单，吼吼，好插合，我下中干你鸟，我手麻，靠北哦，我要对空了，我刚手麻一下没按到，跳跳，他必定会跳的，必定会跳的，不敢动，他不会。好，来啊！你爆嘛，你爆嘛，来嘛，你买来嘛，你来嘛。哦，嗯，好啊，真的来了。好 ，OK。妈的，我少一个对空啊！我刚真的手麻没按下去，你知道吗？我说真的，我真的手麻没按到那个对空，靠北，我蹲在那边被他打哎、欸。哇，受不了！这白痴天狐，有防高。你怎么知道我要凹？你很聪明啊，你很聪明啊。再防高，哎，干你你，哦哟。我知道你要第二时间后后啊！妈的，我知道你要第二时间后后啊！看你多久了，看你多久了，以为我不了解是不是？跳啊，你跳啊，你跳啊！哎、欸，干！完了完了，我凹他一下怎么样？我觉得他不会防，我觉得他不会防。好好好，我再凹他一下，我觉得他就会防了，所以我起身盖头。哎、欸、哎。欸我觉得他甚至不，他偷听，你知道吗？他偷听的，他妈的，他知道我要盖头了，他知道的，他偷听了，干！你再给我点，他等一下一定不敢点的，他等一下一定不敢点的，我等一下直接杀不过去摔他。你再给我第二时间后后，你还敢第二时间后后？嗯，哎，他不敢了。来嘛，跳嘛！哎呀，妈，石油王早就跳了。你再给我解摔，他一定也不敢解了。你看我就说他不敢动了吧？方高，骗你的，干你！哇！延迟无 MP， 好哦，好哦，我再凹一下，他已经不敢动，还有吗？有吗？好，他这不要硬爆了吗？他有可能要硬爆了，插合干！第二谁后后？哎，我后后了。卡琳那中脚到底是怎么样啊？妈的，要不是要是以前的速度，他已经被我插合到了。哇，我真的，来来来来，哦，好确认，他一定会起身反高的。我起身速摔，我起身速摔怎么样啊？跳，跳，来，延迟，退个康，来，
来。干你老师。还要单发确认绝招了啊。血量那么多，他怎么会原地跳啊？他妈的！不过其实原地那个后后差不多。干，我以为要后后，我六六追后后啊！靠呗！哈，妈的！哇，天币哦！卖6700也不错啊，小赚。动。噔。靠呀！我在看聊天室，妈的！哎呀，我在看聊天室，妈的！哎呀，我刚没，我刚完全没看到他在打我。你妈的啊！我刚没看画面啊，他怎么打到我的那一下？今天是易怒体质，我今天。我今天易怒体质，我劝你是不要惹我啊，兄弟！起身速摔可以。啊，害到自己的死亡啊！他妈的，我刚按中手啊，我那个后退打摔，我按中手啊，今天两次这样了，我后退打摔按中手变轻手。他的确认倒是还可以。你妈的，要跳了吧？要跳了吧？放个啊！你呀，哈，可以。中药加西药不行啊，等下就暴毙了。嗯。来啦！啊，今天真的是易怒体质不行了，让我来好好的下载它。嗯，他刚是怎么打的、啊？刚我其实完全没在看呢、欸。他刚是怎么打的、啊？我其实不知道他的内容是什么，但是没有关系，哈。我只觉得他防守，我只觉得他防守好像。防守好像很烂啊。欸，说实在确认不错欸，不敢哦。他妈跳了吧，他很喜欢进攻啊，他插合确认倒是挺好的，他要逼反了，他两位想要逼反，不过现在这个情况有点难说，这天应该硬爆逼，他不会逼反了。你看，哎呀，当肉完了，他的确认倒是还可以啊，像这种就是很多人会卡的一个阶段啊，基本功不错，但是心理战太弱了。哎呦，差不多要跳了吧？哎呀，按你一下怎么样呢？放个凹怎么样呢？该凹了吧？哈哈哈哈，不敢凹了，真的再凹我吃屎！哎呀，不要紧啊，其实你也不是不强，你只不过是跟大多数的人在一样的位置而已啊。我只不过比你强那么一点点，一点点，打得不错。